知名网站上，他给很多很多女性填的那个调查，对，试调到底日本女性心动的瞬间跟台湾女性心动瞬间一不一样？可是台湾女性代表。那等一下呢，会有我跟盛源示范，那你们就评选出你们零到五分，你分别给这个几分？那你可能觉得五分，觉得三分。现在有个前提哦，是因为你们同一个会有人长得好看。需要一个公平的情况下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角色设定是你们站在这里。自己想一个暧昧对象，你在暧昧的线上呢，他做什么会立马让你们加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期待暧昧哦。这人是示范女性，就是你们，我是示范男性，好不好？在约会，好了，来，我开始喽。他刚刚这样是在走吗？对，好累哦。然后就默默要这样，请给分。在公车上，约会了一整天。然后他突然男生就靠在女生肩膀撒娇的感觉，对，撒娇的感觉。我已经在公车上分出了3、2、1 G 哎，冷感，靠头没感觉是不是？ Nope， 真的假的？ Man 的也会靠啊，对面啊不是我吗？靠头很靠近的，对，撒一腿。说男生这样，3分是不是？4分是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需要。骑到一半的时候呢，你很猛，很轻重，把你的手塞进他的口袋里面。好，3、2、1，请给分。4.5分。你2分而已。还好吧。她是一个势利的女人。太真了。很废人的。很疯的，中盘汽车啊。5分，这个当不是。是很常见的，好吧，当场。哦 ，OK， 我墙壁，是墙壁哦。好，谢谢。是壁咚吗？壁咚这个已经是有点万年老梗了。那女生真的吃这招吗？我变壁咚你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彭于晏玩你头发。Oh my god！ 3，啊，先问最低分的，为什么那么低分？我不知道还是暧昧的。Oh no！ 高分的觉得为什么？就是那个压迫感觉让你觉得危险啊，呼吸急促，危险的气息，危险的感觉，动作，然后又靠近，所以压迫感是很加分的，就是。对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下一个，壁咚完了之后就起，那叫做床咚，床咚就是直接被压在床上。什么床咚5分？日本女生都这么危险，就是要一定是有暧昧到一定的更多的程度之后，3、2、1，等一下，因为网络上有显示说床咚是对于那些身高有劣势的人的优势，因为他去没有身高，所以很多日本的男生喜欢床咚，因为说一定要去，就没有身高的问题啦，太低就爬不进去。这是床咚的部分啦，好，下一题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随便啊，随便就水饺好不好？水饺，牛肉面好不好？干嘛这样子？短下巴，只有下巴的部分。2、1 ，boom！ 还不错哎。来，欧阳是2分，两分。怎样？下巴是整个。好，我下巴。我觉得就还好哎，讲不出为什么。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，要壁咚5分，然后这个太突然了。呼吸急促。你这样子有预警的，要危险。要危险。他有点强硬的，就是说看我。强硬的，对，强硬的看我。不准哦，不许哦，听我这里哦，要抓你一下，哦，看有心就可以，有心，那什么标准啊？心就加分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自己面啊，要吃水饺好不好？吃啊，要吃牛肉面啊，牛肉面太饱了。你真的很坏耶你，我在哪里都不行。就是他可能做男生不喜欢的事情，然后男生这样推你，就这样，好，对，好。我已经在翻白眼，你应该说。好，3、2、1，咻！来全部，我是大哥，厉害！哈哈哈哈哈！霸凌！你说是你十刀中
吃饭的时候我还说，哦，不要惹我。对，我就说应该不是这样吧。那个已经是你们归纳好了。在马路边的时候，男生突然一把把你往胸口一靠，你会给几分呢？三、二、一，噔噔，蛮高的，五五都是高端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保护你的感觉。没错，被霸气，被保护，霸气，但是霸气出来，对，就是很危险。他刚刚出去，你就一定会先基本观察这个，不要让你走在人行道的那一侧。帮我给明天穿好的内衣。好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摸头的部分，在你情绪低落或是失落，或是今天不顺利，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暧昧对象可以开口说几句安慰的话，或是什么都不说。三二一，请给分。哦，哎，十五啊，破表是不是？我的心情不好都摸头可以。观众五分，安抚的举动啊。安慰的话，安慰你，或者说什么都不说，我觉得哪种比较更符合？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说。那你讲一讲，你有没有听呢、啊？怎么都不说？报道跟我说什么都不能说。不经意的时候，暧昧对象从背后抱住你。我穿衣服吗？三二一，切分。哎，100分。这什么合体技啊？都很吃这套是不是？好吃吧。肢体接触，这有一点男朋友等级。所以这是今天最高分吗？对。因为今天都是我们评比出来的高分，可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这样对你的。遇过吗？也都是一阵空啊。现实中没有人。没有，是不是？哭得不成人形。那你平常生活怎么办？就是没有人聊你。生活怎么办？就自己过自己的。哦，难过。而且你知道，跟朋友一边聊天，讲一些干话，互撩、哦，差不多了吧？就结束了。刚半夜深人静，开窗花 ，IG 就闪着，是不是？一个人的时候。现在呢，有很有幸你不能不知道，就是恋与制作人。非常的红，好吧？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李哲言。霸气总裁，我最喜欢这一款。女生们应该很喜欢这一款。它有危险气息。对，危险，危险。是的，我没有玩。大家都知道，他刚刚说我没有玩，没有玩，白痴。因为可以讲电话，可以，对，打电话给你。对对对，他会打电话给你。打电话给我。好啦，留下来，电视就让我们下。